如何实现电脑控制手机和手机控制手机？非常简单，只需要一款软件就能搞定。使用电脑键盘在手机上输入文字，不需要手机 root， 支持有线和无线连接，操作简单，新手也能快速入门。Total Control 支持在同一台电脑上控制1到100台手机或者平板，相当于你能同时用鼠标键盘去操作多个安卓子系统，并对它们实现完全的控制和访问。没有品牌和机型限定，只要是安卓系统 5.0 以上都支持。你只需要在电脑上安装 Total Control 电脑版，再根据推送信息在手机上安装 Total Control 手机版，就能在电脑上控制你的手机了。再在手机上安装 TC Viewer APP， 还能同时实现手机控制手机，并让它们同步或分组执行相同的命令了。大家可以用浏览器搜索 Total Control 到官网下载安装后使用。控制1到2台设备是免费的，控制2台以上需要付费，但是提供试用，建议大家试用之后再升级。 Nice。